股市大变天，市场一则消息上了央视新闻，下周这个板块将伸手捡黄金。Hello， 大家好，我是技术派焦雨欣，一个十年缠论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今天上午呢，录制下5月13日的早评视频，跟大家整理一下昨晚传来的重磅消息，直接影响到下周 A 股的投资方向当中。那话不多说，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以便后续验证我的观点。老朋友记得扣666长按点赞，正能量支持一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晚间传来的重磅消息。那消息高层啊提到了聚焦半导体，攻坚中国心啊，走进中国电科产业基地的研究院。那高层呢在河北石家庄市考察了中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啊，了解产业研发，包括呢中国电科院啊，它是1956年啊从事半导体研究，先后创造了60多项国内第一，是我国半导体传感器微系统集成电路原创技术的车源地。那么整个呢也是最近的消息面多次直指的半导体板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板块啊提起重视。那整个这个板块呢，我们看技术面半导体日线的高点调整啊已经达到了 13% 的位置，那预期呢会在前期低点附近呢出现止跌信号，次级别呢也出现了底部背离，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啊也是一定要迎来一波很大的一个机遇的。而且的话大家知道很多的互联网的巨头因为研究人工智能，所以的话很多的科技巨头也在研究半导体，而我国呢大力发展半导体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整个的半导体呢是迎来了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虽说现在的调整深度很大，那么我在昨天吧也应该跟大家讲过了，我说在前期低点附近呢它一定会出现止跌迹象，而且的话止跌之后的话会迎来向上的一笔，那这一笔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半导体接下来反攻的一个机遇。为了判断半导体何时能够有底部建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短线30分钟级别。大家看30分钟级别，我在之前应该跟大家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底部背离形态呢已经出现了，而且这次的底背离的力度啊也还可以，因为前期呢我们看黄白线呢是不是不断的走高，而且绿柱子呢又不能放量，所以说整个的半导体呢在这里呢是迎来了一个两中枢的一个格局啊，这里边有个小型的中枢，但是中枢不大，但是整个的最强有力的下跌趋势啊一定是过去了，对吧？最强有力的是这一波嘛，那么接下来呢震荡调整呢有了第二波和第三波，对吧？整个的下跌动能呢在不断的稀释，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等待的就是短线，短线什么时候呢？大家注意了，现在呢是随着昨天大盘的下跌啊出现了一笔反弹之后呢又向下滑落，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6800点的这个支撑位强不强，如果强的话接下来反身向上把前高突破，那么整个的半导体啊将迎来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上冲点，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尤其是抄底的机会点的标的。熟悉我的铁粉呢应该知道我就是比较喜欢做抄底的，尤其是半导体啊跌幅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中枢背驰的抄底点。那包括呢我在4月27号分享的中油资本6天39厘米，那昨天呢我也是在文章当中呢分享了我看好板块的三匹白龙马，都是底部掘金的形态，性价比非常高，铁粉们记得准时去查看。如果说你是新粉丝还不清楚在哪里看我文章的，我再讲一次，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和你的亲戚朋友打语音打视频发红包的，在那里呢搜技术派焦雨欣，记住六个大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充，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消息，存款利率下周一啊将会调整，有银行称呢至少要下跌50个基点啊，这个力度非常大，又是银行的，部分银行呢将在下周一开始调整存款利率了，而某地方性的商业银行表示啊存款利率下周一呢将下调50到55个基点啊，目前最终下调的幅度还在商议当中。大家知道银行的存款利率的下调啊对银行本身和资本市场啊都是重大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存款利率下调，银行的负债压力就会降低，那
居民的存款收益下降后啊，居民进行消费理财投资的动力和意愿呢就会加大，那为资本市场呢也会带来增量的资金。所以说呢，我们最近发现为什么银行表现的这么强呢，对吧？而且银行的存款利率下调啊会阶段性的不断的实施，所以呢对于银行板块以及大金融板块啊都是一个利好的方向。因为银行的钱呢要搬家了，搬到哪里呢？要么市场消费，要么呢理财投资，对吧？我觉得券商呢也应该是我们观察关注的一个对象啊，同时呢也是为了刺激消费。那从这个整个的四月份的社融数据来看呢，大家的消费意愿还是太低了，所以说大家看存款利率呢也是高层呢也要下决策了，为了经济的复苏啊一定要有所动作。那这是消息二，那我们来看消息三，还没有取代李佳琦们，但是纯 AI 的驱动主播啊就被抖音封禁了。那这场 AI 主播的狂欢呢也被无情的终止。曾经在苏州、杭州的直播基地啊，一座厂房隔出了几十个工作室，主播们呢轮番上阵啊拼直播时长。那如今呢工作室却空无一人，桌面上数十台电脑屏幕里 AI 主播24小时直播，创造了日不落的直播间，但是工资呢却拿的不到真人的十分之一啊。那关键是呢还不会离职。最近呢抖音一纸规范引发了 AI 主播和数字人行业的一场地震呢，因为纯 AI 驱动的数字人主播啊被封杀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如果说所有的主播直播全部被 AI 代替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怕，没有真人的参与，市场的活性呢就会降低，而我们身为普通人的这个价值，对吧，就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讲呢，我不太希望很多的行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旦被取代，未来就会造成不断的失业，我们的价值呢也会被降低。本人来讲呢，作为一个财经类的自媒体，也不希望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深耕细作，为散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真干货。那么这是今天的早评内容，最后呢在这里恭喜一下经常关注我视频和文章的铁粉，完美的把握了上一波的节奏，确实我的文章也非常给力。四月份提到的中字头的中国际4420米，中财国际迎来30厘米高度，26号提到的彩讯股份3天36厘米。如果说你是新来的朋友，还不清楚在哪里看我文章的，我再讲一次，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和你的亲戚朋友打语音、打视频、发红包的，在那里呢收技术派交易心，记住六个大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充，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了。那最后呢，听懂的朋友们记得在评论区打卡一波666，长按点赞，好运不断。最后祝大家2023年股市长红，还没点关注的朋友呢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下个视频接着聊。